我比你想的胆子要大。是吗？不信那就试试。零落的花瓣已经花言巧语，尽是亏心。新年妹妹，你告诉我，我一定改过。是吗？改过？当然了。少文哥哥，清月妹妹。少文哥哥，你怎么也在这儿？我今日身体有些不适。清月妹妹，你身体从小就不好，近日风凉，你可要当心啊。少文哥哥，我有些难受。清月妹妹，清月妹妹，新年妹妹，清月妹妹身体突然不适，我先带她去找大夫，改过之事，等我回来再找你啊。走吧。你没事吧？没事。慢点。清月妹妹，怎么这么大你还出来？脾气不好是？痛吗？不碍事。你干嘛拿手挡？以为自己是铁砂掌啊？我是无妨，但放任你去刺他，不够破皮放血又有何用？我就是看这个狗男人反复横跳的样子，气得我火冒天灵盖。真的恨他，就要一击必中，而不是冲动之下做无脑蠢事。你卧薪尝胆这么多年，还不是要靠我这个无脑蠢货？你若真这样想，那我与你无话可说。你手下有各路高手，覆灭林家是再容易不过的事情，但你要翻案，你要有证据，你不能让苏家在别人口中只是一个被山匪屠戮满门的潦草结局。你要能给苏家彻彻底底的公正，让苏家火药记忆流传百世。留你一命不是为了让你用命去偿，你再怎么恨一个人，也不应该用搭上自己的方式去手刃仇人，这样对他们来说最输的也太容易了。程清月和父亲盼我嫁入林家，他们好择木而栖，我会嫁给林少文，从内部让他们分崩离析。那你深入虎穴日后该如何全身而退？那就要看我的本事了，成为林家儿媳才更容易帮你拿到秘方母本，对你有利无弊。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？我当然满意。今日之事，林少爷那莽夫定以为我那草包姐姐才是做引线之人，保不齐会起了与林少文争夺程清月的念头。小叔叔，不如去探一探林少文的心意，好让咱们的计划顺利进行。探就探。小叔叔，如今我和林少文愈发亲近，您应当高兴才是。怎么如今瞧着小叔叔好像不太高兴啊？你想引用林少文与你成亲再去复仇，可你有想过之后你的人生该怎么办吗？真当自己是我小叔叔了是吗？还担心起侄女的将来？倒是更担心能不能成功替我拿到林家的母本秘方。应了你的事我自会办的，只要让林少文彻底爱上。你凭什么觉得他会爱上你？你怕是都不懂如何勾引男人吧？你懂。小叔叔不会以为这样就能吓到我，我比你想的胆子要大。是吗？不信那就试试。
像零落的花瓣。